好球带嘛，真的是直球打得很高，在左外野来看球的位置还在飞 ，Go！ 这位球迷，你太神了！接到了宋承睿在系列赛的第二发全垒打，就跟你说他要打直球了，还真的丢给他打。宋爸爸又要跟你说爸爸了，哇！不止布雷克，罗网也遭殃了。宋承睿今年的第三轰帮助中信3-2。曹总，我们绝对不是马后炮，所以说而已啊。他速球打成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他下个礼拜没有速球可以打。哇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打直球，这个情报一定每一队都会开始知道了啦。他对打速球真的有他的一套、哦。接下来看到了岳振华再补刀在左半边的安打，现在邱志成的处理要快啊。对，处理蛮好。还是一样哈、哦，变化球还是太低了。第二拍起跑，但是岳振华是顺利的上垒了。攻击的时候，你有可能是高飞球，像这个情境都不一样啊。高飞球要怎么跑？来看到林可现在要把球传向了三垒。哇！岳振华展现非常好的速度。王一成这一棒扫到右半边，这一颗球上去了 ，Go！ 再来一发。单局第二发全垒打，王威成这一季右勾拳直接打趴了同一三分师队，今年赛季个人的第三发全垒打，王威成今天一个人赚了4分打点，系列赛第一场宋承睿跳出来，第二场许基宏跳出来，第三场压轴队长王威成跳出来，5-2。